弱方获胜的概率只有0.02%。我在他面前连一招的成功，姚总，三弟好样的！哈哈，你需要藏中找到突破口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或许他还有机会拿到剩余名额。罗峰与荣军，两位前无宇宙国的绝世天才，即将展开巅峰对决。作为对手，还是希望你能坚持的久一些。